元孙曰：“王尊趋祭，王阳回车，欲令忠孝并弘，臣子两节。”太史初，淮北县末，界上流奔者多有去救，淮盛因此入北。至桑干，协力时已促，淮盛绝而后苏。宰丧还青州，土险冰雪，土气寒酷，而手足不伤，时人以为孝感。丧毕，以弟在南建。元初又逃归，而弟亦已亡。怀盛孤凭独立，宗党哀之，日敛给其生米，永明中促。公孙森远，会稽善人也。至父丧至孝，是母及伯父甚谨。年古积贵，森远审参检时以公母及伯。帝王无以葬，身犯贴。与邻里，公敛送之费。公父土，手冢松波。兄姐未婚嫁，乃自迈为之臣礼。明文郡县。太祖即位，遣兼散其常侍于延等十二。PG 583。不使行天下，建元三年，表列森远等23人，召并表门闾，捐租税。吾心之晋陵历成人也。宋元嘉末，帝谓之为武进县庶。隋王旦起义，太初遣军主华清讨之，吏民皆散，谓之独留，简直将死。心之一亲起代帝命，辞泪哀切，兄弟皆见元。建元三年，有诏捐表。永明初，广陵民张启之二媳犯罪真死，太守刘圈表以闻。韩系伯，襄阳人也，是父母谨孝。襄阳土俗，邻居种桑树，于界上为治。系伯以桑枝因防他的，迁界上开数尺，临畔随父亲之，系伯折根改种，久之。邻人惭愧，还所亲的，公往谢之。建元三年，捐租税，表门闾，以受终。孙旦，太原人也，居长沙，是母孝。母疾，不眠食，以差为其母哀之，后有疾，不食之也。欲张王领襄州，辟票其行。参军。建元三年，捐租税，表门闾，促于家。华宝，晋陵无锡人也，富豪，一夕莫戍长安，宝年八岁。临别，谓宝曰：“须我还，当为汝上偷。”长安县鲁豪莫。宝年至七十，不昏官，或问之者，折豪痛迷日，不忍答也。同郡薛天生，母遭奸蔡时，天生亦蔡时，母未免丧而死。天生终身不食鱼肉，与弟有恩义。又同郡刘怀应与弟怀泽，年十岁，遭父丧，不依续薄，不食盐菜。建元三年，并表门闾。韩灵敏，会稽善人也。早孤，与兄林真并有孝性。寻母有王，家贫无以迎兄，兄弟共种瓜半亩，朝采瓜子，木以复身。以此遂办葬事。林真亡，无子，妻卓氏守节不嫁，律家人夺其志，未尝告归。灵敏视之如母。晋陵吴康之妻赵氏，父王帝幼，侄岁饥，母老病笃，赵亦乡里自卖，言辞哀切，乡里怜之，人人分身米相救，遂得免。PG 584。
即嫁康之，少时夫亡，家欲更嫁，誓死不二。一心蒋卷之妻皇氏，夫亡不重嫁，逼之，欲赴水自杀，乃止。建元三年，赵娟租父表门闾。永明元年，会稽永兴无义之母丁氏少丧夫，性仁爱，遭年荒，分衣食以以礼中饥饿者，邻里求戒，未尝为同理陈穰。父母死，孤单无亲戚，丁氏收养之，即常为迎婚娶。又同理王李妻徐氏，荒年客死山阴，丁为买官契，自往敛葬。元徽末大雪，商旅断行，村里比屋饥饿，丁自出盐米忌口吩咐同李左桥家漏四丧，无以葬，丁为半种果，有三条不登者，代为输送。丁长子父王氏守寡直至不再教。周郡上言赵表门闾捐租税。又广陵徐林李妻遭火救儿，与儿俱焚死。太守刘圈以闻。又会稽人陈氏有三女五男。祖父母年八九十，老貌无所知，父赌龙病，母不安其事。直岁饥，三女相遇于西湖采菱团，更日致仕货卖，未尝亏待。乡里称为一门，多欲娶为妇。长女自伤穷毒，事不肯行。祖父母寻香祭促，三女自迎殡葬。为安舍目测。又永兴盖中李王氏女年五岁，得毒病，两目皆盲。性至孝，年二十，父母死，灵尸一教，眼皆血出，小妹额是其血，左目即开，时人称为孝感。县令何谭秀不以闻。又诸暨东屋里涂氏女，父失明，母痼疾，亲戚相弃，乡里不容。女依父母远住罗昼桥采夜访鸡以供养。父母惧促，亲迎殡葬，覆土尘坟。忽闻空中有声云，汝志性可崇，山神欲相驱使，汝可为人治病，必得大富。女为是妖媚，服敢从，遂得病。积时邻舍人有中西欲毒者，女士治之，自觉病变差，遂以巫道为人治疾，无不悦。家产日益，乡里多欲娶之，已无兄弟，是守坟墓不肯嫁，为山贼劫杀。县令于林之惧。 PG585 严峻，太守王敬则不以闻。建武三年，吴兴成功继妻姚氏生二男，而公继及兄公愿。甘伯病卒，各有一子兴之，天宝，姚养育之，麦田宅为娶妇。自与二男继指邻家。明帝诏为其二子婚，表门闾，父姚义。吴郡犯法寻妻主事，亦勤苦执父业。宋申明中，孙谭贯谋反王命，主为其子孙简曰：“孙越周仙姑之姐子，与汝父亲则，从母兄弟交则亦众古人，逃窜脱不免，汝宜收之。”谭贯寻伏法，主事令孙简往敛葬，年七十余。永明中卒，孙简在兜闻病迟归，未至而主已卒，将病举尸不起，寻而孙简至焉。封延伯，字仲敛，渤海人也，有学行，
不与世人交，是寡。扫甚井。周辟主簿，举秀才，不就。后乃是元崇祖为豫州，启太祖用为长史，代梁郡太守，以及自勉侨居东海，遂不至。京师三世同才，为北周所宗父。豫章王辟中兵，不就。卒。建元三年，大使巡行天下，一心臣玄子四世170口同居。武陵郡少荣兴，文献书八世同居。东海徐深之，武陵范安祖、李胜伯、范道跟五世同居。零陵谭洪宝、衡阳何鸿、华阳杨黑头书从四世同居，并共衣食。赵表门驴捐租税。右庶郡王旭祖、华阳好道夫并累世同窜。建武三年，明帝诏表门驴捐调役，吴达之一心人也。扫王吴以葬，自卖为十夫客以迎种果。从祖弟晋伯夫妻荒年被掠卖江北，达之有田十亩，或以赎之，与之同财共宅。郡令为主簿，故以让兄，又让事业就田与族弟，弟亦不受，田遂闲废。建元三年，诏表门驴河南新浦名侨居会稽，自少与兄同处一帐，兄亡，以帐失。临坐下月多闻，浦名不以露请见色。兄将葬，邻人加其意，附助甚多，浦名出售，后皆反之。赠者甚怪，浦名曰：“本矣，兄目不周，故不逆来意。今何忍亡者于物以为家财？”后遭母。PG 586。丧，己至毁灭。扬州刺史豫章王辟为议曹从事，年50卒。又有何伯瑜、弟幼瑜，俱力节操，养孤兄子，即常为婚，推家业尽与之。安平枯槁，诲人不倦，乡里呼为人师。郡守下车，莫不休业。永明十一年，伯瑜卒。又于少好佛法，简落长斋，持行金苦。梁初卒，兄弟年并80余。王文书，吴兴故张人也。父梅鲁，文书司牧弃写书石山，古30余年。太守谢变版为公曹，不就。永明十一年，太守孔秀之表曰：“文书性挺无常，心服三教，以赴梅勋亭，报终身之痛，专习横居，贤往极之序。伏密宁稿已经年，尔书书已四命，婚亦灭于天晴，官序空于素报。倘降真义之恩，榜其履礼。玉林照榜门，改所居为孝行礼。朱谦之，字处光，吴郡钱塘人也。父昭之，以学解称于乡。李谦之年数岁，所生母亡，昭之假葬田侧，为族人朱佑方僚火所焚，同产解密与之。谦之虽小，便哀妻如持丧，年长不婚，娶。永明中，首任杀右方，意欲自系。县令申灵绪表上，别驾孔至归，兼记事刘京、司徒左西院张荣兼与刺史豫章王曰：“李开报仇之典，以身效义之情，法断相杀之条，
以表权识之志。迁之挥刃仇冤，寄身司礼，系颈就死，又名公法。今人杀之，则臣当是罪人，幼而活之，即为圣朝孝子。杀一罪人，未足弘；现活一孝子，使广丰德。张旭、陆澄视其相救，应具来由。荣等与迁之并不相识，区区短见，深有恨然。豫章王言之事，祖时吴郡太守王慈、太常张旭、尚书陆澄并表论其事，世祖加其意，律相复报，乃遣迁之随曹虎西行。将发，又方子运于泾阳门四杀迁之，迁之之兄选之右刺杀运，有司以闻。世祖曰：“此皆是异事，不可问。”悉赦之。吴兴审窗闻而叹曰：“帝 PG 587死于孝，兄训于义，孝友之节，萃此一门。”选之自处灵有至节者，便相论。又时故欢见而异之，以女妻焉。官至江夏王参军，萧瑞明，南兰陵人，领军将军臣从祖兄弟也。父孝孙左军，瑞明初仕员外殿中将军，少有志性，奉亲景度，母病公道，系不假寐，即亡，不甚哀而卒。永明五年，世祖诏曰：“龙乡将军、安西中兵参军松滋令萧瑞明，爱敬纯身，色养敬礼，丧过乎哀，遂至毁灭。虽未达圣教，而一志可悯，宜加荣命，以经善人，可赠中书郎。乐宜，字文德，南阳聂阳人，世居南郡，少而言行和谨，是为金府参军。父在颍州病亡，宜呼思父涕泣，因请假骸中。陆果的父兄问，一便图显号跳，出逃家后主，遇商人父载西上水江不入口数日，常遇病，与母隔壁，忍痛不言，孽被治遂，恐母之哀己也。襄州刺史王森前引为主簿，以同僚非人弃官去。吏部郎与稿之常往后，疑为涉食，哭于菜租而已。稿之曰：“我不能食此。”母闻之，自出常善于根数种。稿之曰：“亲过于毛继伟，我非郭林宗。”是至颍州至中，卒。帝欲义孝，复灵王，执其手以托颍州行事王焕，欲悲感闷，觉吐血数身，遂发病，官至骠骑录事。隆昌末，欲为丹阳尹。徐孝嗣曰：“外传及及，似有一州之事，君蒙武帝叔常之恩，何托付之重，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孝主公，至今迟冷。”孝嗣心甚纳之，见武忠为勇士令，明怀其德，促官。有一老妪形单，胡素夜将议事，闻欲死，弃单好气。雁门解重功，亦侨居南郡。家行敦睦，得欠豪财力，折与兄弟平分。母病经时不差，入山采药，遇一老妇与之曰：“得丁公藤，并立月，此藤竟在浅山际高树垂下便是也。”忽然不见，
仲公如其言得知，治病母极差，至今江陵人犹有食此藤者。江密，字世清，济阳考成人也。傅亮之，员外郎。密少平 ，PG588。昼日酌泻，夜读书，随月光卧卷生屋。性行仁义，衣敝恐失。积死，乃复取至衣中。数日间，终身无复失。母亡后，以身阙供养，欲归不忍食。食菜不食心，以其有身义也。历世南中郎，行参军，所给木力去役，得食病，莫有舍之者，力服杖头密。密亲自引叙，历死，密为买官。吾同意，兄弟共于埋之。领国子助教。臣牵车至染屋头，见老翁不行，下车载之，公自不去。世祖以为南康王子陵侍读，见武忠明帝害诸王后，密忧念子陵，亦至公道人问其祸福。至公复相炉灰视之曰：“都尽吾所余。”及子陵被害，密往哭之，泪尽，祭之以血，亲事病葬，乃去。使广汉王氏独言还之，亦哭王尽哀。密寻促，密族人兖州，至中密，黄门郎玉子也，与密同名。是谓密为孝将密以别之。杜妻，字孟山，吴郡钱塘人，真是金产子也。同郡张荣与金产相友，每相造言论，妻常在侧。荣指妻曰：“习臣太丘之赵元方，方之为烈，以今方古，古人何贵？妻出京师，从儒，是留业受学，善清言，能弹琴饮酒，名如贵由多尽呆之。”中书郎周瑜与金产书曰：“贤子学业清标，后来之秀，皆爱之怀，岂知云矣？所谓人之因厌，若己有之也。”刺史豫章王闻其名，辟一曹从事，人转西曹左。晋陵王子梁树治礼阶，国子祭九合，应治礼，又重妻，以为学士，长婚官仪，以父老归养，宜勤拢。母妻肥白长壮，及经产疾，寻日间便皮骨自知。经产王水将不入口七日，臣系不罢哭，不食盐菜，每饮买祭奠，身自看是好气不自持，朔望结碎，绝而复续，吐血数身，时何应？谢哭并引东山，遗书敦辟，戒已毁灭。至祥旦，木梦见其父，痛哭而绝。初，应兄点见妻叹曰：“清风韵如此，虽获佳玉，不永年矣。”卒时年三十六。当世贤皆习焉。建武二年，善县有小儿，年八岁，与母俱得赤斑病，母死。PG589。家人以小儿犹恶，不令其知。小儿疑之，问云：“母常数问我病，昨来觉身雷，今不复闻，何谓也？”因自投下床，匍匐至母失策，顿觉而死。乡邻告知县令宗善才，求表卢，事竟不行。陆将，字卫青，吴郡人也。傅贤，字侠业，
有风盖，与人交，不苟合。少为同郡张旭所知，是至扬州别驾。明帝崩前，为所亲曰：“公车宴驾，百司将听于冢宰。主王的重才弱，必不能振，难将至矣。”乃感心急，不复豫州事。刺史使安王姚光返，事败，咸以刚左被召至杜老宅，尚书令徐孝嗣起贤不遇，逆谋未及报，徐氏表令杀之。将时随贤报，贤景起待死，遂并见杀。使臣曰：“交锋一起，人伦毁薄，亦引之教徒闻，归张之仆罕久。若令事常宜中，倘非行举，将贵心酸，容谦本质。而今驴便礼，复助礼之物，问系存劳，不过官寡其精，力田等劝，其余弗讲名教，未未多也。”赞曰：“校尉行首，一时英心，白华秉节，含慕其心。